9月16号， 杨紫、肖战主演的《余生请多指教》再次曝光路透照片。当天率先到达片场的杨紫同学抱着台本认真背词，随后肖战也到达现场。两人走完所有剧情后，一起和其他演员到休息处补妆，就算是拍戏间隙，两人也聊得很开心呀，看来关系是真不错。 肖战又有了新的造型，白色衬衫搭配灰色西装。其实这样一看，肖战和旁边饰演同事的演员造型也没差，一身普通的打扮也是非常契合剧中医生的人设了。但帅气就是难以掩盖呀。而杨紫则衬衫小背心搭配长裙，这造型也是很大学女生了。据悉，该剧根据柏林石匠同名小说改编，讲述了音乐系大三学生林之向 因父亲生病住院，与父亲的主刀医生顾卫邂逅的故事。蘑菇捞新闻，迫不及待想看两位甜甜的戏份啦！报道。